區政府自二零零五年開始制定咗政策，將澳門打造成中葡貿易嘅平台。咁講到中葡合作，好多人都會第一時間諗到翻譯嘅專才。但澳區全國政協委員李向玉咧就認為，懂得三文四語係澳門各行業人才嘅一個發展優勢。若能掌握專業嘅知識同埋專業技能嘅基礎上面，通曉中文、葡文同埋英文啦，會使到澳門嘅人才更加邁向國際。其他。 不仅懂得语言方面的专才，还应该有掌握其他专业知识，甚至是技能方面的人才的培养。好比说会计人才，你提到的其他金融领域里面的专才，甚至包括我们特地政府要建中医药园。那中医药园它的建立以后，将来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市场就是面向葡语国家。我想澳门人他有一个得天。 独厚的优势是其他城市所没有的，就是长期的，是一个对外交流的窗口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大中华地区向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的港口，是吧？从历史上，好比说我们和葡国这一带一路，是吧？非洲的安哥拉、莫桑比克，其他的像地问岛都不用说了，都在一带一路上。 嗯、啊，那澳门利用好这么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，把我们的人才资源开发起来。我想，青年人是吧？如果他掌握了中文，是吧？是母语啦，然后又掌握葡萄牙语，又掌握英语，那你想想是吧？我们说了，学会普通话，走遍天下都不怕，那指的是大中华地区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澳门人掌握了是吧？我们母语。 中文，接上我们插上了一个葡语的翅膀，如果再插上一个英语的翅膀，那你飞在世界，是吧？真是海阔凭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了。使得澳门青年人他的就业，我想不是仅是局限于这个三十平方，而是中华、大中华地区，甚至整个全世界去竞争。